这要干嘛？爬山是不是？嗯，哦，哦，赶时间喽，赶时间喽，吹了，吹了哦！完了，路在哪里？为啥？为啥这样就回来了？这什么状况 ？OK， 这根本不是那一座山的那个路，是不是？啊！来不及啦！啊、哦，时间到了。哎，那只怪怎么也不见了 ？OK， 再次启动，完全懂了。这个就叫，这就是计时器，沙漏，原来就是一个沙漏的形状啊。钱可以吃，不吃就浪费了。按住这个可以在上面跑步哦。金柱小子还可以直接垂直起来跑步哦，这么浮夸、哦。抵达。还差43个碎片才可以把女朋友组合起来啊！まだ準備が整っていない。島の探索が必要。这不是那个操控巨神兵那一个吗？哦，这里怎么有这么多这个木林？感觉好像开错边了。OK， 路那是一大堆。哎，弹头博士的飞机耶 ！Eggman のテクノロジーだ。もう放棄されたみたいだけど、でも用心した方がいいな。那怎么变友军了？知道，剧情还没到那里。可能得看一下下一区的剧情。这有这么多钱哦，恭喜钱！好多钱，好多钱，一直拿。哦，要变身了 ，Supersonic， 可以进行超高速移动。还没变金色的，但我现在也已经蛮快了。
现在好像有点已经快到有点控制不了自己了。我看一下，好，收集女朋友的碎片，到处收集吧。M015，难控制自己，哭啊！我怎么那么快啊？这个有什么？哎呦！是有一点点控制不了自己。解完了吗？好，助跑一下。OK， 根本不能助跑，我是直接喷射，弹射起步，弹射起步，哎，从上面直接喷下来好了。这我刚刚好像已经可以 A 到上面那个了，哎，没事，上来了，管他的。哈密瓜，刚刚不是有一个在这里吗？怎么没了？这里有一个晚上的符号，哎，是要晚上才会开放吗？可可仙人，Moscow，让我来解放你的力量。我力量上升了六级，但基本上怪也是一下死啊，不知道上升的有什么差。他的弟弟 Coco 长老有办法，去找他吧，可以解放你体内的强大力量。哦，是这个啊？哎 ，OK， 惊过头啊！这个地图到底显示了啥？我是真的看不太懂。他这个滚轮已经完全跟不上我的速度了。啊！但他还是打到我了。哇！我变回来了。原来只要把它框起来就好了。嘣！还差七个，好。管他，我要去那个有亮亮的那个地方了。
ああ！这个飞鱼原来是怪物啊！看起来要走他背上那个，然后移动到他身上。这得怎么上去呢？它飞走了，我还没找到地方可以上车哎。他就偷偷的飞走了，我也没办法。啊 ！OK， 被他撞一下，剩五个了。哦。决定打到最稳。也没还我多少，我找到路了，这里应该就是解决他的关键。倒数开始。目标是那里。好，感觉还可以从那里顺便跳到他身上。起点在哪里？理论上应该是走这个挖哥啦，但是要怎么上去呢？这怎么没有看到路啊？有弹簧吗？哎，有了！哦，用 NS 在玩呢、啊，用 PC 在玩呢、啊。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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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哔！时间已到，也心理解。要怎么跳到第二条线上去啊？OK， 哦，发射！我要去哪里？我不知道啊！怎么没路啊？哇，一大堆的石板，我大概知道了。又一个这个。棒棒 M020， 这里已经到20了，难道是应该照着数字来过的？解锁了一个，就是那个白头发的。
我怎么不能飞啊？啊，结果刚刚那一关跑去哪里啊？不见了、欸。有缘就会再遇到、啊。开放世界，先看这个黄色的。封印解除，还是这个我已经封印解除过了。原来还有一个正面才可以封印解除。好，新区域要开放了。OK， 这里的女朋友要28个，每个地方的女朋友要的数量还不一样啊。这是哪里啊？这到底是哪里、啊？不管，我要先杀这一只。理论上应该就是要先解决它的。只要跟着他走就可以到刚刚那里。到了。哭啊，这个陀螺。OK， 钱就喷光了。喵！往走这个空中步道了。我已经不知道走去哪里了，管他的。自由，我是自由的。欸，我发现其实还不止一只欸，这个东西。好了，先把这里给解了。先把这里给解了，然后我们飞上天，准备把那只干掉。他怎么在那里？哎，鹿怎么？鹿怎么是在那里啊？哎呦，这里还有个小朋友可以吃。嗯，我知道了啦，还有很多条路可以走啦。刚刚那个是要去别的地方的啦。好，然后再用刚刚那个把 BOSS 干掉，完美。那几只在飞的，一个都别想走了。
飞上天，然后把他们干掉。那这区又是什么呢？你没有权利，请完成右上角收集记忆道具。这是什么？哦呦喂，一大堆耶。有了，艾米完整了，但我要先杀那一只，然后飞上天把它干掉。我要直接来到世界最高的地方。慢慢的，哎，慢慢的。理论上刚刚好像有机会，哎，完了！好像要抓一个时间，他刚好飞过去的时候才可以。但是在上面会卡住我的视角，难知道他有没有飞过去。目标应该就是跳到他的尾巴上面。但他不在这啊！这一次应该就刚好了。他给很多条轨道，说不定有某一条就可以追到他。好，来咯，列车进站咯，上车，再戏啊你。他要跟我赛跑啊！我快没力了、欸。太确定了，应该能追到他吧？感觉我快追到他了才对。哇！哎呀！用快速回圈模式解除他的防护罩，完了。音速小子被宰了，应该是快追到了，我刚刚看起来快追到了，来咯，列车进站，我直接来到他的车头。嘿，怎么样？OK， 一定得上那个高速公路才行。
只有这个地方可以上去吗？这里其实有点远哦。啊，但是有两台车啦。其实应该不管怎么样都可以遇到一台的。理论上是这样说啦。其实从这边就可以了啊，这里原来还有一个更近的、啊、有啦，上车喽！OK， 开始狂飙。竟然能跟我音速小子一样快，不可思议啊。没力了。要追到了，感觉一定是要跟他跑完一圈的样子。追到你啦！OK， round two。下一圈应该可以把输出打满，其实他那个看起来蛮好赌的。要是我有400个金币，应该一下就追到他了，大概。太重，防护罩启动，好，可以要跑起来了，第三阶段。非常危险，抓到你了，找一个不贪。消灭一个就给一个齿轮，感觉他应该是固定三阶段的网。好，抖内完之后，我的虚拟女友浮现出来了。ココちゃん、友達を探してるんだけど見つからないんだって。
友達とかくれんぼをして遊んでいたらはぐれちゃったみたい。啊，你朋友都被我抓起来了。心配だって言ってるわ。后面就一大堆。エミ、こいつと話せるのか？私にもどうしてなのかわからないんだけど、でも話せちゃうのよ。それでこのココって子が困っていると。あ、心配しないで。私たちが友達に会わせてあげるから。エミーを元に戻すのと。这个是被 Seven Eleven fire 的 open 家。失去了商标，找到他的朋友，继续收集道具，往那边走。其实这边是拿来洗钱的，是不是？有缺钱就来这边领了。我先变回Supersonic。感觉刚刚就应该先变Supersonic再来扁他的。其实绕大圈跟绕小圈拿的是一样，感觉不如绕这个吧。OK， 还不好绕。好，满装。Supersonic， 无限加速。还缺五个，好。又要找五个。这里有一个。不好找欸，其实这个东西不好找。先来点一下我的能力值，在空中可以闪闪发光。哈哈，这打鬼。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用啊，这个可以直接踏别人。音速暴击，哦，会往后飞，然后发一个脚气出去。画面出现指引的时候，是要回避的那一瞬间才有，是不是 ？Q1， 然后右键加 Ctrl， 没感觉啊。终极重击，有了，原来可以把东西弹开啊。好，马上拿这个怪来试验一下。哈，终极重，哎、欸，
可能太远了，近一点。哎，他怎么找不到我？哎，对，我太矮了，他根本找不到我。好啊，没用。对这只没用，先不理他。来看看 M009。哦，要爬墙。是从这里开始吗？不太好说，这个要怎么跳到那么高啊？有办法跳那么高啊？这个好像要拔头哎、欸！先不理他。这有碎片，先来一片一片的收集，放入齿轮。我现在齿轮也是一大堆啊，来了，又有关卡可以挑战了，那就来吧，一至四。使出跳跃就可以离开轨道哦，又变成 3D 了。其实它这个画面有点像那个什么超级猴子球。冲啊！其实错过了蛮多东西的，但应该洗摩擦。感觉还是随便都拿 S。好，找到所有的星星。该来寻找所有的星星了。这里有一个，哎，一样的会再重复出现吗？这个好像吃过了，是不是？要找到全部的星星其实有点难，有些藏得很深。哎，有了，很
都有了。哦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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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有一个星星没了？啊！陷阱。路上的怪全都是陷阱，嗯？怎么有趣？不行，完全不能接受，少一个一定睡不着。这个吃过了，哎，在刚刚那个地方是这个吗？这个也拿过了。看到了，哎，哎呀，让我发哭啊！有喽，砰砰砰砰砰！好爽，无限氮气，全部完成，七个钥匙。哦，哎 ，Z 是不一样的按钮，哎 ，Z 是自动吃金币，哎。原来还可以往金币飞哦！四把翡翠钥匙，索尼克可以换装吗？可以啊，可以换红色的、紫色的都可以，还可以换机械的。发现这个主线好像跟不上我解这个翡翠石板的速度。现在要往，先往发光的地方走。女朋友好像还要再煮一阵子。到这里了，又有一只那个，我看一下，刚刚那个发光的点在哪里？发光的点在天上，哎，可以了，女朋友煮好嘞，先解任务吧。
你们晚点再处理了。这有个 boss power。OK， 我独自拆塔。对，被头撞到了。宇智波反弹。OK， 没用。我建议赶快撞死他。哇 ！OK， 索尼克竟然被压扁了。かっこいい蜘蛛の巣みたいだな。哦、oh. ，那应该直接踩他的头。OK， 一直被这撞飞，哇！我把它框起来。哦、oh!。地板要裂开了，是不是？出现了一个弹簧。哦。究竟是要去哪里呢？当敌人的攻击逼近之时，与敌人之间会出现征兆。哦 ，OK， 什么征兆？完全没有征兆。刺猬感应完全没有发动啊！哎、欸，完蛋，不会吧？我看一下他能不能调那个停止老虎机 Q 加一那一招。还有没有按一个按键就可以的？侧键，侧键，好。虽然还是蛮难按的，感觉好像设成中键会比较好。
再次解锁。哇，音速小子关卡确实挺炫的。啊，一次要吃掉八把的钥匙。封印解除。我还是不知道收集这些宝石要干嘛，完全没说。可能是因为被我把女朋友煮起来。这东西可以拆吗？又到了这个洗钱区，我发现很多地方都有这个洗钱区，为了让你变成这个超级音速小子。收集金币可以干嘛？可以变Supersonic，像这样闪电。金币再多一点还可以变成金色的。好，接下来去哪里？艾米在哪里？艾米在那里。看我速度，要不用这个状态把那只给杀了吧。这边要干嘛？不过这个状态我确实有点难控制自己。好了，棒棒棒棒！压制不住自己的力量啊，太快了，音速小子真的太快了。这一只飞的路线是要怎么上车啊？我感觉直接跳就可以上车了。哎哎，直接就打起来了。这样是得从这里上车，是不是？好，应该是上这块板子就可以了。来，陷阱，这里是车站哦。好，等车。哎呦！列车进站喽！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列车进站了。哭啊！好啊，好家伙，你竟然在这里埋伏我！我快到没有办法给自己画一个圆圈了。得重新地上车。再次上车。OK， 超级索尼克模式没了。
追到了！哎，影分身之术把他秒杀。那些怪也都会掉记忆的碎片，也是要加减打。我发现我路走远了呀。那些火焰闪电是四个月石板的那里有一条路，好，跑过去，这么简单啊。这有什么难的，我阿妈都跑得到。我来开启新的道路。打开一点区域，650公尺，理论上我应该是一秒就到才对。怪不多，毕竟音速小子也不是来打怪的，我们是来跑步的。啊 ，Open 奖怎么变两只啦？每次抖内玩 open 奖就会变多哎。啊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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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适当的引导他们，无法加速，无法回避，只能失误三次。哦哟，这款也是很多这种小游戏，宝可梦一样是不是？宝可梦道馆任务。我也感觉我阿嬷来也能解。简单来说就是先让他们聚在一起。哎，对，他还可以给我埋一个炸弹哦，这么浮夸哦。呀呀呀！阴险。太阴险了，这些小朋友。吼、哦，还有一个宝石哎！再来给你一段音速小子的舞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个游戏可以不卡？搞不懂。很多小小 open 奖，
擦摩擦之后发光了。啊！他们死了。待って、待って、おとなしくしてて。怎么上西天啦、啊？什么状况啊？願いが叶って魂が空に帰ったのね。これはもう空っぽの器ってことか。そうみたいね。私も今は魂だけの存在だから、わかるわ。哦，要超度他们了，有点像人王那个。じゃあ後の二人もすぐに届けるとしようぜ。先生、待っててね。いや、アーティス、38个月。朋友怎么又跑掉了？艾米怎么又跑了？这台什么啊哥，是吧？管他是什么，看到就打碎。OK， 离得更远了。这次要几个？28个，还缺4个。OK。大圈圈 M14 现晚上，好，现在就是晚上，要把这些树都砍掉，是不是？伐伐伐木工，然后这里 有很多小朋友，全部抓起来。这不是要进去跑起来的，是吗？有这个可能性哦。原来是发电机啊！没看出来啊！发电机还是你们这些老鼠比较懂。这能？哎，这个不能格挡，回啊！OK， 就掉这么一点点的经验值，我还不如去天上飞来飞去，这有什么？哦，应该有很多这个开关，要一个一个把它打开，是不是？好，来解放我的力量了。力量等级上升了，是界王神是不是？它上面有3个符号，应该要开3个吗？
这是开放世界，没错。现在什么游戏都是得开放世界一下的，没搞懂。其实我还是没搞懂这个按钮。哎 ，snack 是不是？好像搞懂了，感觉在那里，但是。这个看起来是最后一个，这条路怎么感觉好像走过啊？这条路很有僵尸赛跑的感觉。看到东西全部打碎，这就是音速小子啊！碎片怎么看都不够，啊，结果怎么回刚刚那区啊？我看一下，感觉是要打开那个，但是不知道怎么过去，飞上天然后飞过去吗？跨年要去哪跨？跨年哦，今年跨年好像没有要干嘛。今年好白痴说他要忙啊，所以我们这一群应该是1月1号才会开。哭啊！怎么去那边啊？下，等一下，OK， 看起来不是这一条路。收集记忆的道具，不是从这边飞的。哦。掉宝，这边还没解放嘛？那我看一下，我现在能去哪里？前面这个啥鬼？有个惊叹号。好，有个老头，可以提升金币的上限。你就是那个小男孩吧？我们的名字已消失在时间的洪流里，就叫我 Coco 长老。可以帮我提升速度？我当然要提升我的速度，我还要更快。还要更快，不知道能提升几次，还要更快。我收集了这么多，应该可以提升很多次。还有几个小朋友可以用啊？他就不能一次帮我提升到最满吗？好，不够了，应该有变快吗？我看看接下来那边不知道有没有去过。
条路。要 feel 哎，陷阱。换车，这里应该是会开一条路的，好像要启动机关才行。这有个天上在飞的东西耶，我发现我们都没有去找那个查尔斯耶，他就这样不见了。可以顺着金币飞，好像有这么一颗，没怎么按过。钓鱼，请去旁边钓鱼。好啊，钓鱼哦，还没试过哎。这条路是要去哪里？啊！OK， 这个要抖内五十个才行。完全不可能。这里怎么有路啊？飞这一次还特别硬哎、欸！完了，血被他给回满了。这是马里奥吗？如果马里奥可以跑这么快，库巴早就被扁死了。剧情应该是比较接近洛克人、哦、这里是白送一个齿轮啊，一直有听到小朋友的声音呢。那这样怎么回去啊？怎么过来了没有路回去的、啊，对啊，每次奥运他们还会出来比一下。好，钓鱼。啊！啊！喂鱼啦！我来看看钓鱼是哪颗按键呢？停止老虎机 ？Y？Y 吗？我有学钓鱼吗？我会钓鱼吗？我不会钓鱼的样子。闪电冲击。咻咻咻咻的，不用在空中也可以，它会自己飞上去。连段，自动连段，使用光球攻击，哇，还可以用气功波。那、现在怎么办？现在怎么钓鱼？这我应该先找一下钓鱼的工具。
觉好像没有钓鱼的工具吗？哎，错过了。又可以找艾米了。艾米在哪里呢？900多哦！那个要进去才能钓鱼哦，那个要先进去哦。那既然都来了，不要浪费。原来是进去钓鱼的。这一款呢，音速小子阻止了。呀，索尼克，君も釣りをしに来たのかい？没错，我也是来钓鱼的。ここで何やってんだ？ソニー、釣りができる場所を探していたらここに着いたんだ。那朋友怎么长这样？だから今魚釣りしてるんだよ。这水这么精致哦。そうだよね。ソニックも釣りするかい？釣り竿は。无法想象这是一个Switch的游戏。那緊張をほぐすのも悪くないか。釣り方は知ってる？ほら、魚がかかってるよ。引き上げるところはソニックに任せるよ。赤い波が見えるよね。拉起钓竿。哦哦，清江鱼。哇，すごいね。もう釣り上げられたね。参加賞のトークンだよ。トークンがたまったらカエル君は本当に紫のコインが好きなんだ。可以交换一些。哎呦，连艾米的碎片这里都有，碎哦。开始钓鱼，挑个好地方。那个钓鱼好像以前有一个那个游戏叫什么？什么龙骑士？哦呦，好快！哦，旗鱼，很大的旗鱼。OK， 超大一只。他是说到红框的时候按，还是在红框之前按呢？哇，直接出一个宝箱哦！稀有的黄金卡片，这款钓鱼这么爽啊！就是这款鱼上钩超快的，三枚代币。我这个池塘钓鱼也太爽了。哎，那又有拉起来。这样子就是失败，是不是？哦，懂了，原来要在红色的时候按。有一款种田钓鱼的，那款有时间就再来玩了。啊？青蛙一只。嘿。这个发光的。哇，长老的卷轴。OK， 这个钓鱼钓的根本就不是鱼。钓鱼时可能会获得卷轴，可以解锁前往长老所在地的快速移动。太方便了吧，这个钓鱼。这条没料。没料的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放掉。
那就发金光了才有用。OK， 没料，直接放掉。OK， 直接放掉，还是得吃我一个，还是得吃掉我一个。可以加到金鱼吗？理论上可以，感觉他只要活在水里，我就钓得起来。再出一次货就可以走了，还是其实货都已经被我拿完了？哎呦，出货了，出货了！稀有的黄金卡片，好，最后一抽。没料。波士顿龙虾一只。要不然再一抽好了。这好像大条的，但应该是鱼。哦，铁嘴怪鱼，我知道，有发光的。啊，那个红圈的大小是代表鱼的大小吧？然后有发光的是特殊道具。黑色鲈鱼，可以十连钓吗？感觉后面就可以。钱，直接钓到钱了。哇哦，红鱼，怎么有这么多鱼啊？完全没道理耶，什么神奇池塘啊？哎呦，好料的来了，长老卷轴，我这一次是仙人的卷轴。仙人好像是提升我攻击力的吗？超大，这条超大。巨大的红色罐子。这普通的小鱼吧。哇，白色的金鱼，怎么这么多品种啊？大条的来了！啊，弹簧，大型垃圾来了。哦，好料来了，好料来了！哇，超级好料，金色宝箱，发财了！虽然还不知道那个可以换什么。OK， 没料的，鱿鱼。又来个大的，嗯，很大的中继点，
掉了啦，虽然任务只要我掉19次，但既然都来了，又来个大的。好、哦、OK， 空罐还有一般的空罐呢、欸，看这掉一掉也要掉一点数100分的，只能再掉两次啦。出货了，出货了，宝箱一个，六张卷轴嘞，好啦，最后一吊了，至少大的代币多、啊，大的、啊，中等大小，哎呦，大的大的，甜甜圈一个。索尼克も釣りするかい？釣り竿は。哦，我平常收集的那个黑色的那个就是这个哦。我看一下，钓到很多嘞。语音记录，料是真的不少。索尼克も釣りするかい？釣り竿は僕の。交换代币。哈，一比一哦，一比一也太可怜了吧！换这个碎片一比一哦，换一个这个语音日记看看。ソニックも釣りするかい？釣り竿。何らかの力がわしを電脳空間。啊，这是这个剧情。ソニックも釣りするかい？釣り竿は僕の貸してあげるよ。那我的钓鱼点数是要拿来换什么的、啊？我以为是用钓鱼点数换的。哎，哦，优先使用那个。好，全换了。ソニックも釣りするかい？釣り竿は僕の。对女友好一点，全买了，通通拿去抖内。可以直接飞到可可仙人了。哦，这个钓鱼场，这个钓鱼场是无限进的。哎、欸，看起来还有其他地方的钓鱼场。啊，今天下午先钓到这，来去吃物件。棒棒棒棒棒！滴滴滴滴滴滴滴！吃钱！储存。晚点应该是会开吧，先来去吃东西。晚点会踢足球吗？踢啊踢啊！踢啊